情敌己与商机之斗，啊，鸡是鸡娃的鸡，照顾鸡娃那个鸡，情敌己与商机之斗。我首先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名，这个题目啊，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一点。这个鸡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鸡啊，还有多种含义。它既可以做动词用，也可以做名词用。根据我们下面的内容来讲的话，这个鸡就是会计，就是今天的会计一样的这样的人，好负责管理财务、记账、计算，都包含在这个里头。记就是在官府里面是这么一种人，叫做记。可记还干些什么呢？他干记账，这不是对于负责计算，不仅是计账，还要计算，还有审核、审计，对，有这么一些的行业，这个技术属于是一种官，叫做技。商机呢，那也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商机是估计底行管理向上一级汇报情况，叫做商机。完事是地方官，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叫做商机。今天我在讲这个方面的制度，就是清的时候设计什么机，还如何下级向上级汇报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首先讲这个问题。根据我们现在现成的能看得见的资料，实际还是关于秦的时候啊，没有给整个这个商机制度的材料非常之少，少的又少，少的又少啊，根本看不清到底还是一些什么机，如何商机化，就是如何向上一下一级向上一级汇报，汇报一些什么，怎么汇报化，还都没有，有的根本这可不是一个官民的根本啊，是一系列的东西的根本，整个这个制度如何做化，都是根本的。如果说你这还一点影响都没有，也不是，还有一点一滴。比方说，我举例来说啊，比方司机，万岁，猜测的罪。记者有这么一句话，说胡登寿。王吉，王无登守王吉这个人呐、啊，三岁不上气，哎，他讲到这么一句话啊，自己的猜测里去，说胡登这个地方守，说明胡登这军呐 啊，那是胡登军是守吧。这个胡登军的军首叫做王吉，吉考的吉，他是三岁不上吉啊，真正的话就这么一句，三岁不上吉就是一连三年都没有上吉。上吉是什么？没有，接着用看不到。
但是我们腾哥这句话呢，知道当时的军首要向中央汇报，知道有这么个双击这么个事，但是这么双击话啊，双击一些什么内容都不清楚，所以说双击知道啊，看来秦始皇已经有了，就秦始皇以前就已经有了，哎，有双击嘛，可是具体内容不明。刚才我们讲的实际猜测理解，整个这一句话说明秦的时候在秦始皇统一以前已经有军的设置，其中有一个胡登军，他的军首叫做王吉，他三岁不上级，那说明在这个时候啊已经有上级知道了。只是具体内容不明。一到下面，根据屈头的汉代，说明汉代有一个完整的双击制，这么双击化很清楚。特别是里面讲这个屈头的运完汉代。那个双击制讲得非常清楚啊，因此呢，汉书中间关于双击的记载也多起来了。汉朝的制度是根据秦朝来的，那么 很证明秦朝应该有双击制度，只是由于史书缺乏记载，我们不清楚而已。现在云门秦简一出来，秦简中间好多地方讲到这个鸡与双鸡这样一些情况，因此这样就证明确确实实存在设立鸡这个官和地方上向中央进行双鸡制度的这样一种制度，进行汇报的这么一种双鸡制度。因此今天我就来根据明文清简来讲讲一讲秦的这个双击制度的有关情况，这是完全可以不成事实的，又是可以填补空白的，讲这个鸡这个管理啊，鸡是鸡娃的鸡啊，根据秦简的效力规定，秦的政府中间是有鸡这个管理，它的职责是什么呢？你看话的条文啊，我念一句话的条文，比方这个效力有一条规定，因礼不慎而言不备，以效言不备之礼之职。我解释一下这句例文是什么意思，适应某个管理，你适应话的不进球不胜，就是不进球，人而产生是你属于是你主管的那些东西发生多余或者缺少，而隐不备啊，这隐力不胜而隐不备，就是说因为你隐力不胜了，隐力不当，适应管理不当而超人的多余或者缺少这种情况，那么就要按管理存取啊，他这是讲的什么呢？讲的那些管理粮食啊，管理木材啊，管理各种器物的情况，发生多出来了或者缺少了要进行存取，讲的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中间是由呢要谁来存取，谁呢？存取那个鸡，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管理叫做基。而基地自身就是刚才讲的，过来基如果引力不引力实行晃力不当而遭人有多余或者缺少的情况，要以力取之，以力支持呀，按晃力撑取它，这个撑取这个基这个关。还有说这个有的例文啊，基这基是什么呢？还有解释啊，基基者基交小庙也，这个基啊，他要负这样一种责任，他要把那些东西之间彼此进行比较，来计算还得多少。这慢慢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这个计是一种什么东西。比方说我负责管理粮食的，我要我不仅把粮食进场的时候我要记账，账目要记得清清楚楚，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进了粮食多少担，而且还要经常检查哪一次去了多少担，到最后要能够得些税，如果出现多余或者缺少，那我这个计要负责啊。我上面讲的那个长寿和子居官啊，长寿和是正官，而那计是他下面的管理，所以我说这个计叫做会计，相当于我们啊一个部门，一个哪怕小部门要是个会计，专门记账，专门算账，就叫做计，这种管理就是计。很多法律条文的你慢慢的琢磨啊，就琢磨出这个计这个管理是计账的，是计算的啊，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我说他相当于会计。由于这个管理这些账目的人叫做计，因此下面就出了很多计，各种不同的计都可以看出来。有哪些计呢？也没明的，比方说那个登记的那个车子那个本本，当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本本，它在周间上面可能背起来的，也是一卷一卷的。那个东西相当于好呢，相当于我们的一那个补啊，那个补子一样的，什么补什么补啊？它当时有一个补叫做记补，有一个名称叫做记补，就是那个登记册叫做记补啊。因为设了基，所以那个登记的补字也就是基补，这样一来我们更可以看出这个基还得这是一种官，这个官是他会计，但是他的职责呢是计算账目、记录账目，还有要审核账目，有今天那个升级的意思，这个地很多含义 啊，连那个补字都叫做地补啊，那个地了的本本就是地补，而且地有不同的名称，现在我讲下面讲不同的名称啊，出现了很多地，这个会计的官名呢也不少，一般叫做月计啊，记子里面加个月字啊，月字那提手帮一个月啊，那是护手，那措手要捏那个月
月季、水针，还有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月季。比方说胃，一个血里面不是是胃吗？也血胃吗？是吧？那个胃里面，那个胃的下面有十个会计，叫做胃计。还有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叫做双林园。或者双林园也要是一个计，这个计叫做月计，因为双林园是皇家公园。像汉武帝上的那个皇家公园里面打猎猎兵，那皇家公园宽得很，大得很，山里面啊，所以秦始皇也有月，很多这样的月都在皇家公园。我皇家公园有很多东西要管理啊，也有会计，这个会计叫做月计。在那个血里面胃下的胃下面的鸡叫做胃鸡，你看又是病例的嘛，所以说明这个鸡或者会计师的人物还有不同单位而有不同名称，但是他本质不变，都是会计，集中的计算的这么一些知识，这是都是很多不同的法律条文，这个慢慢把它推出来的。哦，这样一来，这个鸡啊有很多证，哪个单位的会计叫做哪个单位的，啊，里面叫个单位名称，啊，月鸡、会计、月鸡，就是不同单位的会计。它是集中的、计算的、和审计的、审核的，做这些工作的人，这就慢慢清楚了吧？这种事实上没有的吧？还有一个名称，人口的条文中间，官鸡，哦，官府的官。啊，即使前面叫他官，叫官鸡，过了官鸡，根据我的研究，它是各个不同会计的尊称。啊，刚才我讲的月里面也是月鸡，血里血里面有胃鸡啊，还有月鸡，一尊称叫做官鸡，官府会计。换一句话说。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就可以搞清楚了。秦的时候，各个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都设有计，而且人多单位的不同，还有不同的名称，整体称呼叫做官计。啊，他们适应的那个装本。叫做基状，叫做基本，基谱，谱子的谱啊，这就是基。我讲秦始皇的基与双基，下面一个就叫双基了啊。什么叫做双基呢？就是秦始皇估计地方计划，秦始皇开始啊，只有。真要先小是这样下来，增加没有军，后来慢慢增加了一些军。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那全国的普遍是军，这样的变了，真要军先小力，这样一连串，这就是地方行政单位。有了基级的行政单位呢，它一定就是小级要向上一级汇报，
而且要每年汇报一次，这个汇报也叫做上级，上是上下的上，意思就是说下一级要向上一级说明情况，我今年我这个县收入有多少，私应了支取了多少，我亏欠多少。你看那个领事，各个领各自的嘞，管理领各的，我领取了多少衣服，领取了多少粮食，现在还剩余多少，还缺少多少，都要按时向上级汇报。这叫做上级，真的来说，上级的顺序是县、乡、郡、上级、郡、乡、中央、上级，可把这个上级的管理呢，专门有一个名称，叫做上级吏，吏是管理的吏，上级吏就是给汇报官。专门把你这个汇报的管理，汇报的时候，不仅人要去汇报，还要带着各种账本、各种记账，就是说，都要带去，齐齐必备向他汇报，与事的、局势的汇报。所以，上级你去怎样汇报的时候，各个军的上级你。还有一个制度叫做预计险，这个是很难讲的，不也不是。预计险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带着账本走，险是险通啊，不你险了，夫妻那个险，你要带着账本去。你要离开这个啊，你看，因为那个账本叫做记簿嘛，所以预计险就是带着账本走，你各种账本都要备齐，一路去带着齐齐备备，然后到这样去汇报。